那也 compulsory education, we have also provided 境内外的一些三股势力企图分裂国家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。我们讲在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、尖锐的、复杂的。实际上，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由来已久。 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还会有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 runs 5,600 kilometers. 那么七五事件它不是民族问题，也不是宗教问题，而是由三股势力在境外煽动，境内实施的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。